世界顶级房产立于都会之心，绿金身价闻名全球。纽约中央公园周边豪宅以能见绿景计价，伦敦海德公园以天价拿下世界豪宅首位，大安森林公园名流巨股争相竞逐席次，只因繁荣易得，绿海难求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591吉安开箱秀，我是戴柔。举世民宅都有一座公园好景相衬，今天要介绍的豪宅与67公顷中央公园为邻，相当于坐拥近 2.6 座大安森林公园，周边超过500亿元建设挹注，集结7位普利兹克大师作品，既有了世界级城市地景，更搭配一流国际建筑团队，台中丰益 Park One 天生优越，一起荣耀见证。总开发达254公顷的水南经贸园区，布局五大专用区、三大基础建设、五大亮点重大建设。爱情桥串联中科路74号道，开展出接轨国际的经济文化核心。一座能跃上国际舞台的城市，必然有国际名作的累积。从西亚崛起的阿布达比，被欧美媒体称之为普利兹克天堂，而在台湾的普利兹克殿堂就在水南经贸园区。包括法国景观建筑师 Catherine Masbach、 瑞士建筑师 Philip Rum、 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、美国建筑教父 Frank Gehry、西班牙 RCR 建筑事务所等，犹如普利兹克建筑橱窗。整个水南经贸园区最珍贵段别莫过于文商段，一半月弧形优雅坐落中央公园第一排，面积仅25公顷，未来房价上看百万元，直接挑战台中七期豪宅王位。文商段天赋荣美地别，被视为富人流域。左邻台中都市之肺美誉的中央公园，绵延三公里绿海，破写无限景观。右拥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商业规划，得天独厚条件，注定吸引名流聚居，必兼纽约、伦敦豪宅霸主地位。想象一下，坐拥大安区的绿海，新一区的繁荣，超越台中七期的绿富绿。丰益 Park One 以国际眼界探索自然，顶级生活内容，我们继续看。丰益 Park One 高楼一览中央公园奢华绿意，难以复制的独家视野权更显优越。规划了地上34层、地下7层地标豪居，有绿建筑标章、低碳建筑、智慧建筑、最高等级耐震标章加持认证，汇聚中日德国际团队，大宫照明设计的灯光设计师姚仁恭、日本高野景观设计师石村敏哉、德国 HI Studio， 跨国专业量身定制盛世巨作。高层豪宅享受的是更辽阔的视野，这次建筑融合错层宜居阳台，顶奢的生活氛围从第一间样品屋开始感受。 A2 户71平，四房三卫，进入名门第一道序曲，宽敞落成区引人入胜，相宜材质的视觉区隔先行缓冲心绪。随着步伐踏入客厅，沉浸石纹墙、木地坪，定调内蕴奢华，流转开放式客厅、书房，深浅有致，笑谈家常或是交谊满堂，愿美好时光停住。目光往外，6.41平宜居阳台绵延至主卧，未来与中央公园美景相互呼应，这样的半户外空间总是充满想象。一抹阳光洒落，一片星光闪烁，又或是葡萄美酒夜光杯，繁华尽处总归于寻常。回到室内中心，餐厅区是凝聚家人感情的重要场域，八人长桌接续厨房，餐序氛围同样精致时尚。 L 型柜体、炉灶区、水槽区分隔，
厨房内收纳动线井然有序，往外走工作阳台宽绰有余。三处卧房与客位分布廊道两侧，走到最底主卧先睹为快。运用格栅线条含蓄光晕，对应完美的窗景条件，专属主人宁静内敛的隐秘空间，享受之余睡眠香甜。 L 型更衣室运用灯带镜面放大视觉体验，往左走洗浴环境，既然是豪宅当然要有饭店般待遇。白色基底洁白利落，搭配四件式卫浴，双面开窗，采光无懈可击，双面盆赋予男女主人亲密盥洗时光。如果家庭人口较少，您可以参考第二间样品屋 A3 户三房57平，走进客厅优雅空间，体态令人眼睛为之一亮。第一印象由流动曲线与大理石间的律动演绎，不流于世俗的空间表现，不同材质的现代几何形体交汇，家饰陈设呈现当代精品风格。整体格局像缩小版的四房，我们直接带你绕一圈。厨房意境灰白色调，机能俱全，对外同样拥有阳台景致，绿叶婆娑，花下饮茶，恬然自得。主卧双人床两侧保留通行走道，衣帽间流光奢侈，玻璃帷幕勾勒出与空间浑然一体的光彩魅力。看完今天的建案，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。丰益 Park One 位于水南经贸园区，政府投资超过500亿元建设，全园区的建筑采用国际竞图方式，集结了7位普利兹克建筑作品，完全是具有前瞻性及创意性的国际区域。其中最精华地段就属临近中央公园的文商段，与世界地标为邻，建地稀有珍贵，是区域中的超级蛋黄地段。这次建案礼聘中日德国际团队，为社区价值质感加分。34层楼规划为水南目前最高地标，高楼层享受中央公园20万平无敌景观。价格方面，丰益 Park One 每平开价8字头起跳，直接挑战区域天花板价。也因为是豪宅产品，所以贷款成数受限。产品面3到4房规划，坪数53到74平，喜欢大阳台户外植栽的朋友可以参考宜居阳台户别。室内格局方正，部分卫浴有开双窗设计，采光通风良好。不过豪宅定位标配建材却中规中矩，在运用规划上需多做安排。丰益 Park One 由丰益机构新建，全台300个个案经验，也是少数有纯正饭店经验协同的建商，未来提供喜来登专业饭店式服务，可以说是集大成于一身的超级指标案。今天的建案开箱秀就到这边，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591新建案了解更多资讯。除了全台最齐全的在线建案，更有丰富便捷功能等你探索。另外别忘记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有任何优缺点想讨论的，欢迎底下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